这次改版内容是玩家们期待已久的公会远征战，魔王的势力逐渐崛起，远征势在必行，所有公会各凭本事在期间内努力讨伐魔王军的据点，战斗采取伤害评分制。完璧な处理だ。在有限回合内努力输出伤害来痛击魔王军，希望这次改版能够带给大家有趣的游戏体验。